我是问，欢迎回到丧尸末日模组生存。上一回我们就是正式打造了我们的远程攻击武器，包含了这把酷酷的冲击，还有我们的 NUS 机枪。因此今天这回汪汪想说，我们远程手段都有了，小白发现中介了，我们就来再度召唤中介龙，杀掉中介龙，获得中介龙酷酷的鞘刺掉落物吧。来公布一下小白发现的那个中介门的位置，就在距离小白家方向再过去1600公尺处，感觉有些远。出发之前我们再来准备一些打龙所需要准备的东西，就包含了召唤中介龙会需要中介水晶，会需要幽灵之类。汪上一集做了枪枪立刻冲去地狱，已经打了11颗了，外加上我们还需要中介之眼、中介真珠，我们可以跟神职人员购买，跟这个烈焰粉号我们可以来去分解一下酿造台就能获得了。除此之外咧，汪汪上回逛魔族的地狱，他们有黑曜石生态系，汪汪挖了好多黑曜石，汪汪就想说我们再来多做几个传送石碑，这样中途有发现有趣的地形的话就能稍微记录一下。跟装龙之土席会需要玻璃瓶，获得鞘刺之后我们会用烟火来进行飞行，所以还要个甘蔗跟火药，我们就来准备材料。掏出大量私房钱，跟神职人员购买大量青青石，还有中介珍珠。图书管理员购买大量的玻璃，贸易完毕，赚了钱钱，购买些许汪汪的午餐，剁碎午餐，拿午餐撒辣椒。回到工厂材料库，掏出料理用蒸馏瓶，还有好多好多料理切菜板，就能再看向分解台，分解酿造台，得到烈焰杆，切菜板合成石头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看向合成台，分解烈焰杆，拿烈焰粉辣眼睛，给眼睛滴滴眼药水，再搭配上隐形眼镜，就合成了中介水晶。接下来剁碎辣椒，剁碎青青汁，青青身上抹辣椒，用珍珠把浅浅包起来，再撒上一些辣味青青粉，就获得了不可堆叠的传送石。用石头和石砖铺好黑曜石，上面塞颗传送石，再用石砖包起来，就合成传送石碑喽。能合它多少就来合多少，用剩的材料通通拿去做玻璃瓶。材料准备完毕，只欠抵达中介门。而去中介的方法，汪汪不打算徒步前行，而是尼亚斯有送给了我们一份大礼，我们现在可以来开它了。送你一台飞机，可以到处去旅游。拜尼亚斯，箱子里面的内容物是一个可以开箱子用的扳手，以及我刚按到什么东西，这个喷气罐应该是可以来帮飞机进行染色用的。并且汪汪印象中，这喷漆罐是可以直接进行颜色叠加的，像现在这只红色再配上蓝色，我们就获得了紫色喷漆罐，而黄色再配黄色的话，我们就会变成奶黄色喷漆罐。除了扳手还有喷漆外，我们还会需要一个能帮交通工具加油用的油箱，我们之前冒险时刚好有获得，搭配上尼亚斯非常好心送给我们的油桶，我们就能来把我们的油箱灌满满，就不怕飞机在路上没有油可以用了。我们现在立刻开启这箱箱。这该怎么开？我要学一下。还是它空间不够，我们把这个油桶给挖走试试看好了。你现在开，有。我们开启这飞机了，看一下，拿这个喷雾喷它。哦，汪汪喜欢这颜色，我们再试试看紫色。好像还不错，但是不太适合汪汪，我们用奶黄色好了。找到这台飞机的小屁屁，给它戳进去，帮它灌灌油啊，这就对了。这灌的速度还挺快的耶，我们来看看它油装满了没有。感觉还没满哦，它已经在耗油了。再度掏出刚刚这油桶，继续给油箱
充满有油，继续嘟他屁。我觉得我飞机快爆了，我已经看到裂痕了。就这样花了些许的时间，嗡嗡帮飞机把油给灌满满了。但在正式出发前，嗡嗡还想再来跟各位讨论一些事情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上一集做出了这个 M60 机枪，它虽然火力强大，但当遇到血量比较高的单个体生物时，它的火力还是不足以直接灭敌的。对，没错，虽然它火力强大，但终究是有枪支的极限在的。为了挑战更强大的单个体生物，嗡嗡觉得我们应该来好好再研究一下我们的属性面板。这边有一个猎手强化，只要每增加四点，我们就能提高一点的近战伤害。因此，还请各位留给嗡嗡这部影片超过200赞的喜欢。你们每超过200赞的喜欢，嗡嗡就来多给我们的猎手强化，强化四点，让我们的近战伤害可以增加一点。看各位赞助要求，可以让嗡嗡攻击伤害增加多少点？好嘞，准备出发，中介去，这个飞机好像会需要点助跑范围。有我家的助跑范围还算够，算感觉有点奇怪。我们就直线飞过去。呜、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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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飞到了一个什么奇异的地方？这边的树林怎么看起来都那么灰灰暗暗的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！是不是应该先记个点呢？汪先想办法把这个飞机停下来。哦，又是要坠机了吗？刚刚那个也太惊悚了吧？哦，有，哦，看这树林，看起来好酷炫哦！这个水塔百石碑感觉正合适，给它取名叫做暗黑森林。接着我们继续再来搭上飞机助跑一下，前往中介去啊！飞飞飞飞飞！哦，这是什么生态系？看起来好美哦！哦，我们来环绕一圈看一下。这是一个，有很多蘑菇跟很多平台的，不知道是矿坑什么样的生态域。哎，中介就在这下面，是不是？我们小心翼翼的先停在周遭的小岛上。哦，嗨，你好，金鱼，我现在有枪枪了，我可以射爆你！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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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过来，他血好厚，我射不死他。OK， 我子弹装好了，金鱼，我们继续的来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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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19滴9滴血在扣，哎，他的血量到底有多少？他血看起来超厚的。哦，他终于死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掉。哦，各位看呐、啊，这边有好多奇怪的地形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很像什么神秘的塔塔。先不管那些了，我们来扛着飞机往那个地方走去。在中介门的正上方发现了一个野生的传送石碑，稍微记录一下。在这大树之下，利用连锁挖矿挖出一个垂直坑道，改个工具继续挖，挖出了中介要塞的表面，继续挖下去。再挖去一点点哦，隔墙有眼。来自岸的一小段讯息，旅途快要到终点了，谢谢你木木犬，赶快给这个旅途画上句号吧。虽然岸好像很猴急，但嗡嗡还想要再改造一下这隧道，方便后人能够来到中介门。嗡嗡看看后，这边一个梯子放下来，并且不知道因为装了哪个模组，我们只要点这个梯子，它就会自己放下去，哎，这个也太方便了吧！成功把道路接下来之后，再利用之前从图书管理员那边获得的无限水源，做一个安全落地的措施。中介门的位置就在这边。上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穿帽帽的僵尸，哦，我获得这个帽帽了。这个帽帽叫做遗忘者之帽，穿戴时可以增加2格的触及距离。哦，感觉比这个外骨骼机械头盔好看多了。因为它的功能看起来实在赞，我就立刻回家一趟，帮它也附上跟其他装备差不多的附魔，接着就能来做汪汪想做的事情咯。汪汪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带着这台飞机一起来到中介去打龙吧。喂哟，我们成功把飞机带到中介门的面前了，不晓得我们这样过去可不可以把这飞机带到中介来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哎哟，有，我们把飞机带到中介来了。
来到了中介，按给了我们最后一则消息。你终于来了，或许你已经猜到了，正如你所见，我就是灾难的源头，或者说影毒剥夺了我的灵魂，让我成为了中介龙的宿主。你知道看着自己制造出这场灾难是什么感受吗？九年，这一切终于能结束了，来一场平等的战斗吧，然后杀了我，让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，让我们开始吧，只有你和我平等的战斗。所以汪汪一直以来意淫的少女案其实就是中介龙，所以汪汪一直在意淫中介龙，我太难过了。那你们知道还有什么更难过的吗？就是汪汪刚手一滑，我不小心把尼亚斯送我的飞机丢到虚空里面去了，我世界级的难过。并且汪汪还会错意了一点，原来我们根本不需要杀死中介龙，来到了中介他就会送我们免费的鞘刺了。但既然我们来了都来了，我们还是来挑战一下中介龙嘛。哦，看看这中介熟悉的场景，酷炫的魔主中介住住，我们立刻来再度的召唤一只中介龙，并且跟中介龙谱一段害羞羞的历史吧。来按，虽然小白上过你了，但我还想再上你一次。来吧按，最后一个助助，按，再次降临吧。哦，来，按又出现了。那我想想看我怎么料理他。我想我现在没有飞机，但我还有高高，所以我可以勾住中介龙，对不对？汪汪慢慢的瞄准，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勾到这只龙龙。哦，我勾上来了，那我现在只要默默的靠近他，再拿起我的 M60 枪枪。哦，我拿起 M60 枪的时候，我不能勾住他哦，我太难过了。那我们用近战敲死他好了。哦，不对，汪突然又想起来了，我还要龙之吐息，收集，只拿到四个吗？也太少了吧。来吧，暗，给我你的口水，暗，这个是我们一直期盼已久的少女的口水。虽然我只沾到一点点啊，再给我一点，我们需要等他下来站到这个平台上的时候，他的口水才会特别多。我们再稍等一下。暗，你要下来了吗？你要吐你的口水给我了吗？我好兴奋，快吐，我先叫你吐。太好了，好多，尽量多采一点。再给我一点，哦，有，很多。我还有很多瓶，对不对？有，通通装起来，满天都是暗的口水，我好兴奋，再多吐一点给我，没错，更多暗的口水，采集了八组应该是足够了。那接着我们再来把这龙龙勾起来，等一下我勾到什么东西？吐息原来是可以勾住的吗？但我要勾的是龙，有，我勾住龙了，这回我再试试看。哦，有，哦，我只要钩子不要放在副手的话，就是不会解除的。那我先勾的离岸近一点，我要跟他贴身，好害羞。OK，我可以开始慢慢射他了。哦，有，有伤害的感觉，这样就一直跟着龙的屁屁一直射他就好了。怎么龙好像感觉没有揍我的感觉？他被我射得很开心欸，那我们再尝试用近战攻击靠他一下试试看。啊，近战攻击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把这放在副手了吧？来，我们来贴他近一点看看好了。你靠我近一点好不好？我靠不到你啊。好吧，我们还是用远程攻击来慢慢的射爆他好了。他血回去了，真是的。我先填装一下子弹。OK， 继续射击，默默的射死他。Reloading。哦，有，我成功杀死中介龙了，再见了岸。呼，回去吧。哦不，哦，我获得龙鳞了，龙鳞可以做什么？这个是岸仅存给我的味道，我要带回家好好保留着。哦，等等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龙鳞再做一个鞘刺欸，我们有两个鞘刺了。那今天这集汪汪就是成功抵达了中介，获得了两面鞘刺，并且了解了案的真相，我超难过。那今天就这个样子，六眼硕，抱歉了尼亚斯，你的飞机掉虚空了，感谢各位收看。等等，还有剧情，你说的对，光芒从未消失，它只不过。嗨，想我了吗？暗，你回来了！这个虚空留声机是暗的声音吗？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，我大概已经死了吧？
于是乎呢，我怕有人会寂寞，特地做了一个留声机，希望你接下来孤独的十几年中不会太无聊哦。恭喜你，你已经完整了整合包的主线剧情。在任务中，新的章节已经开放。整合包作者小小一部讲，感谢你的游玩。好嘞，真正的感谢各位收看。啵啵啵啵啵，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，觉得香香，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，逐渐母汤。